高雄车站上方的云朵天棚由79支造型不同的花柱来支撑，钢构总重量达到了11370公吨，大约是 1.5 座埃菲尔铁塔那么重。壮观的景象让许多游客都会驻足拍照，但是你知道它其实还没有正式的名字吗？高雄车站的云朵天棚预计在年底完工启用，但这其实不是它的正式名称，目前将要开放给民众一起来命名。谐音梗大军准备抵达现场。天蓬元帅，蓬莱仙山 ，nice 蓬蓬。消息一放出，网友就不断发挥创意，各种谐音梗倾巢而出。哦，我有听过人说要把它取名叫天蓬元帅，都可以了。天蓬元帅也是蛮帅的，大力发挥没关系。是是是，我想这个部分我是大概很活泼式的提供给大家来做一个命名。我想这个名字我们大概会有一些规定，只是这个规定在讲，我想应该还是蛮宽裕的。目前预计在9月30日开放天蓬征名活动，铁道局鼓励民众可以一同来集思广益，为这座超大型天蓬命名。我们当然也欢迎民众来提供不同谐音的方式啦。我想我们也有一些最佳的人气奖等等。我想后续我们经过相关的一个筛选机制，也会提供一些奖项出来。我觉得也蛮有趣的啊。我觉得只要大家觉得是正向的谐音梗，会让大家记得这个名字的话，我觉得就是一个好名字。高雄车站空中绿廊天棚计划，从2017年4月开工至今，已经在今年3月完成结构合拢，整个工程预计可以在今年年底启用。我们天棚主要是由一些云朵式的一些天花所组成的，包括我们所有的独立支柱等等，所以它的整个结构纤维很特别。当初的设计是以一个庙城的一个灯笼来做一个设计。当然，我想我们整个天棚，以后它会串联整个我们东西的绿色廊道。会提供民众一个很好的一个休憩的一个地点。过去大多是以云朵天棚来称呼它，因为从下方往上看，就像是天空中的云朵，象征高雄的晴朗天空。现在火车站即将完工，开放大家为它命名，但是也有民众认为太有创意的名称不会被采用，毕竟面对台式谐音梗，国外旅客可能只会看得不飒飒。记者孙军高雄报道。